在内场还是在外场，格格的外场不确定啊，格格的外场都由格格自己安排，所以说不一定每天来都能看到格格的外场。然后喜乐是，哎呀，格格过来找大乐了是吗？格格说，小丫头还不出来。对，走木桩的，自从建好了这个木桩之后，大宝格就经常在这个木桩上面走。格格过来找喜乐了。哦，可爱。哇，格格，那么耐人。对，格格的大长胳膊、大长腿啊，身形特别的好。哎呀，格格，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是吧，格格？宝贝好可爱，晒熊皮大衣呢，过来在等大乐呢。他对着那个小门，感谢他妈妈是送出的金阶灯牌，感谢西落地的金阶灯牌啊，谢谢各位支持。他是对着小门说：“小丫头，小胖丫头怎么还不出来呀？今天说好的过来约架呢，还换一个姿势。”以后别说格格瘦了，这小肚肚也搭到地上了。感谢他妈妈是送出的小心心，谢谢各位家人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啊，早上好。这就看见了，虽然不是滑下来的。对，天津的大熊猫，天津的六只大熊猫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看头就能看出来。感谢狮子座女王的小心心，谢谢，感谢开心的粉丝灯牌，感谢眼睛的人气跳，谢谢大家。晒屁屁了，看格格的小肚肚啊，它只是这个整个体型小，显得小一些。喜乐出来了，喜乐出来了，感谢希望送出的小心心哦，大家。各位叔叔们一阵欢呼雀跃，咱们的这个八里台二姑奶奶出场，隆重出场了。格格一回头，哎，怎么人又都走了？车座他不是车座的脸，他只不过就是有这个通鼻梁，显得鼻子比较长一些。啊，典型的川猫吧，典型的川猫。小白兔小姐姐进来，来你来的刚好，媳妇儿是知道你过来了，然后她现在出门了呀，媳妇儿。太配合了吧，你们这也是太默契了。感谢三乐园的小心心，谢谢支持。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啊，格格给大家舞一段。不过难得这两天格格这么活跃吗？大乐刚刚出来。大乐刚刚出来啊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去大乐那边看一看，然后稍等啊，稍等，我们等格格舞完这一曲怎么说啊？单独看没有参照物就分不清。等我下播之后，我发一发新奶和小小的这个正脸照片啊。身材最标准的还是格格，我之前啊，可能咱们看天津的猫看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觉得咱们天津的猫都是正常体型，然后觉得减肥这个事情离咱们好远，一直不敢置信。现在我发现了，原来咱们的猫都偏重啊。应该谁喊我？格格，你来看你了，格格，今天和大乐还吵架吗，格格？有七仔胖吗？格格没有，格格没有，但是小乔和新美已经超重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饮食控制了，所以说格格高兴的话会咪咪跳，跟大家有回应。格格好漂亮呀，格格，哦，格格漂亮，哦，格格漂亮，你知道格格漂亮，格格最好看了。媳妇儿老了没有你好看啊，格格，你奶大叔，媳妇儿老了没你好看。对，新美也在减肥中，已经断损了。然后那个小乔和小川也已经在减肥当中了，目前已经是今天是第四天了，第四天了。所以咱们得出来的结论，吃素不一定瘦。小声我说的声音小，我只是对着咱们外头同事。哎，咱们去看喜乐，看大乐。